这些集需要马上做关怀的去做一个协助。那我们这个食书银行除了帮助协助这些弱势还有这些独居还有一些边缘户，甚至呢我们还做多元的协助到各偏乡各社福中心，他们呢假如在碰上了这样子的一个急难加案户， 那刚好马上急需要一些关怀的时候呢，他也来我们这个食物银行申请，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点呢接受申请以后，就可以让案家户第一个时间点得到一个食物的所需。因为在这样子的偏乡弱势，其实他们已经很需要什么，他们很需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那有时候呢， 一下子拿不到这个金钱的经济资源，可是拿到了这个经济资源还是要去购买食物，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食物银行最大的一个功能呢，真的就是这些偏乡啊，那这些弱势啊的这些真的在马上要高关怀的，甚至在这么一个不知道往哪里去申请被重视到的，只要他 来到我们这边呢，知道了我们会主动去关怀，然后主动会把这个食物送到这些需要的家人的这个家户。那其实这个食物的银行是来自于我们的所有社会大众。那还有人只要要捐赠我们屏东县政府的这样子的祭祀的物资的时候，我们的屏东县政府、我们的社会处 在第一时间点就会通知我们，有人要捐赠物资，我们就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协助。然后呢，对我们这个所有捐赠的来自于这样子十方大德所有的一切帮助的人，都是一种感恩，无尽的感恩，一种谢谢。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在人间社会大众呢，其实我们都每个人都非常有爱心，也希望你们 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屏东联合协会这个慈善团体，做了这么多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士的需要，假如你们有多余的，有一些的物资，那也就希望你们记得我们平慈莲，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些物资呢送到我们平慈莲捐赠进来，让我们更有力量呢来帮我们所有捐赠大的 去做一个社会的爱心服务，跟去协助这些需要的这些案家，感谢你们，谢谢。